区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。看到那个穿防护服的那个警察跟保安一起来了，已经。你说得什么眼干又问话热了，哎呦，这就问话热，说这样，差不多了吧？还能有多少钱？武汉人高烧39度4天，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，那颗开药没有药，下来退卡发脾气。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，故意对着里面咳嗽。哇。